好不好？之前戒烟的状况怎么样？嗯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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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今天的主题是戒烟就赢，那您觉得就是跟台北市长选战有没有关系？那是两回事吧。那等一下会到总统官邸吗？不会。那因为今天预计就是会宣布可能会征召您战北市，那您怎么看？如果是总统征召，您会愿意承担吗？那看这个决定的结果怎么样，好再决定。好，戒烟跟选举，还是选举比较难吗？戒烟跟选举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你觉得接班人是谁？你比较信赖的？您觉得指挥官应该要由谁接？因为今天蒋万安说，你的司马昭之心就是路人皆知。这样的形容不恰当。指挥官说，这就是因材可惜，你怎么看呢？是的。